走不通。五行，五阴，将军的火气不小。侯爷请坐。天泽的行为脱离计划太远，太子，将军对我的蛊术有疑虑。天泽不过是头豢养的恶犬。侯爷的本事我当然相信，但恶犬咬伤主人时有发生。侯爷不想太子出事吧？我看一切以太子和红莲公主的安危为重，在恶犬咬死主人之前把他捉起来。请将军静候佳音。想调好百越这种熏香，恐惧是最好的调和剂。我已经挑选了足够的美女来满足你的需求。
活着。星星，你听得见吗？这就是血衣后为百越准备的恐惧。明珠夫人挑选的美女，原来是用作这个。这是制造恐惧的根源。姐姐，是七绝堂弟子发现了你。血衣侯的人没追来吗？我就说嘛，弄玉及人天下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还说呢，这里就属你最担心。公子，弄玉不辱使命。带上你的帮手，你似乎很有自信。
我是你打开囚笼的钥匙，如果与我为敌，只能使你身上的锁链越缠越紧。怎么证明你所自恃的钥匙是我所需要的那一把？你承担不起失去这把钥匙的风险，你只能相信我。两个人，你只能带走。